推演，现在开始。你就是最后的对手。让狂沙席卷战场吧！运筹帷幄之中，准备好来场风暴表演吧！沉默。来发子弹吗？满足你！让狂沙席卷战场吧！来到心之破晓。我的装备，装备可以为英雄提供丰富的加成效果。获得更高级物品时，会自动替换背包中对应的物品。小队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颜色和数字编号，可以在小地图中查看，确认自己和队友的位置。大家打开语音交流，无法自动拾取更多物品，使用道具扩展包可以携带更多道具。战场中的补血花和补气花可以为英雄回复状态，遇到的话记得善加利用。可以探测周围是否有敌人，是探查敌情的好方式。蔚蓝守护者即将出现，可以通过小地图查看他们的位置，跟随地图标记找到指定的孤搭宝藏，在限时内打开它，就能获得孤搭币奖励。金色物资箱中更容易，二号队友标记了地点。过来过来过来，集合了哥们儿。蔚蓝守护者已经出现，赶快有可用的技能，不要忘记使用。彻底贯穿，发射！困难一战，大小姐来也！30秒后即将开始缩圈，三号队友正在被攻击，小心攻击我！在英雄怡宝中可以获得对手遗落的物资，还能通过吸收对手灵宝的能量回血回甲。
号队友正在被攻击，缴械投降吧 ，Ace， 牛啊牛啊！最强火炮手，堂堂归来。Kill！ 二号队友正在被攻击。领导演唱会将为首发英雄带来。三号队友正在被攻击。高概率掉落首发英雄的专属。有人攻击我。直接启动首发英雄机制。Double kill！ 就是嘛。星魂宝舱即将降临。我的棋局，二号队友正在前往标记地点，小心投降吧。还没办完，又能放心战斗了。二号队友标记了地点，二号队友正在前往标记地点。来呀，过来呀。即将出现，他比普通的守护者更危险，但若将其击败，将可获得暗影蔚蓝之力和极其丰厚的奖励。获得了技能书，可将对应英雄技能升级为专精技能，甚至改变技能形态，好好利用它吧。有人攻击我，有药吗？灯可以获得奖励，金色的孔明灯将提供更好的奖励。其实没有悬念，紫色护甲是基本的吧？二号队友正在被攻击，现在就去争夺它，赢得制胜先机。本小姐已经被烫残了。获得了金色，这种宝贝才配得上本小姐吗？最高品质的武器，彻底贯穿，发射！长枪瞎冒，对位！最强火炮手，堂堂归来 ！Ace！ 结局没有悬念 ，Double kill！缴械投降吧！二号队友正在被攻击，再来一发！有药吗？即将开始缩圈，前期没有悬念。开始缩圈。又能一战了，
彻底贯穿。三五次相中，产出技能书和高级装备的概率更高。本小姐来也！有人攻击我，别急，再装三，好好练练配合。Pentakill，说到就到。Ace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大小姐的力量。二号队友标记了物资，长枪加爆，对位敌方战犯，人性的爱情。二号队友正在被攻击，Godlike，星魂宝仓即将降临，这里有人。接下来的子弹绝对轰得超爽。Legendary，长长归来。有人攻击我，彻底贯穿。的家伙，又能一战了。彩的飞刃技能命中敌人，不仅能获得治疗，魂宝仓还能获得强化武功追击敌人。推演边界探索完毕，暂时安全。身上两后获得强化闪电，强化闪电后有药吗？子弹会增加伤害，发射贯穿敌人。前期没有悬念。以绝望挥剑，说逝者为肯。有人攻击我，这时机未到，突进。30秒后即将开始缩圈。Legendary，突进。Quadra Kill。即将开始缩圈，开始缩圈，立刻前往安全区。全力以赴，向剑士致敬。长枪加爆，对位。Legendary。给本小姐闪开！任务过来兑现的。有药吗？所有敌人公布你的位置，你在规定时间内存活，则己方获得固大币奖励。二号队友正在被攻击，则对方获得固大币奖励。Ace，落山星魂宝仓即将降临。突进！给本小姐闪开，缴械投降吧！
沉默，因为无从说起。耐心一点。三号队友拥进了利兹。是哪人突进？星魂宝仓已经刷新。Legendary， 终结于此。二号队友正在被攻击，彻底贯穿。有人攻击我。